比如在我对面的叫做咖波屋，超级可爱。我们直接先进去看一下吧。萱萱，什么叫做咖波屋？咖波是一个贴图人物，他超可爱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生物。来，我们目前的门口呢，这个是什么？伙伴，他的伙伴。然后那个绿色的头是怎样？它是绿色鸡是不是？然后上面长了花椰菜。OK， 可爱的贴图就是这一位啦，它叫做咖波是吧？然后就是它后面就整个都是一个屋子，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吧。哦，进去喽！哇，你看好多小鸡鸡。咖波长了很多鸡鸡。哦，漱口袋。哦，明信片好可爱哦。目前呢，进来这个咖波屋。是可以免费进来参观的，然后如果你想要吃东西喝东西，这边也是会有贩售的哦。那我们继续开下去吧。嗯，各位，你们看这边有一台红白机耶，哇，这个很怀旧的感觉哦。哇，这一只要279哦。哎，穿接洞，先拿起来看一下。哦，好可爱啊，摸起来不错呢，滑溜，它其实有点像皮卡丘哎。如果耳朵再长一点的话，然后变成黄色。这一颗599，哎，它的衣服做得很棒，需要比照一下，来秀一下。哦，衣服多少钱？790。还有笔记本，这个是杯套 ，L 加粉红色 QQ。这首大娃娃899。这边还有画绳，然后还有摇线器，然后还有红包，还有防水贴纸，可以贴在车上。钥匙圈啊 ，OK。这边有超级可爱的杯垫哦。哦，这种马克杯有点可爱哦，它有点笨重哎。它一个是400块钱。哇，各位不得了，你看这边超多款明信片，完蛋了，我可能要包下来了，全包了好不好？这太 Q 了吧？可是，一张明信片60元哦。扭蛋机，这一个120块钱，这个也是120。哎，很 Q 呢，这个安全帽，这多少钱？很 Q。1700哦 ，OK。我们先暂时放回去一下。各位不得了了，你看这边好可爱哦，大家真的要免费来这边拍照哦。你们怎么叠那么高？你是啪啪球哦。那接着这边商品区逛完的隔壁呢，这边都是一些贩售食物的，我在这边买一些东西，然后我们现在呢就直接 take 这附近的环境吧。萱点了什么玩意儿？哦，一个汽水的感觉。还有，哇，这是鸡蛋糕吗？哦，好烫，好烫。还有，一个非常可爱的冰。哇，这个渐层。然后你看它底下有一些那个可以配麦片的那种。快点，它要融化了，萱，赶快拍照哦。那我负责拍萱的屁股。哇，好大哦！你跟卡波一样都穿蓝色的呢。哦，来啦，萱，先吃冰淇淋。哦，蓝色的是什么味道？苏打吗？是不是？是香草的，蓝色香草口味。来啊，它就是一个香草冰淇淋，只是不知道怎么蓝色这样子。啊，哦，这个很好吃哎，我喜欢它这个鸡蛋糕，它的外皮怎么那么脆啊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个冰淇淋100块，咖波烧100，咖波泡泡吧，这个120块。有点甜的，真的，而且甜到那个喉咙有点腻腻的，荔枝太甜，我觉得它荔枝味道很重，所以就有点甜。好啦，那接着等一下呢，会买一些小周杯送给大家。耶，我买了一堆东西，我花了大概1000多块吧，因为我买了一件衣服送给我自己，超 Q 的，就是一个我的 style 的衣服。这边总共呢会有7张明信片，而且都是不一样的，然后最特别的应该是这一张。因为他们是咖波嘛，1周年，就是一个限定明信片随机，总共7个人抽7柜，然后都会送你一个贴纸，我这边也有7张贴纸，
就一人一张。接着呢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，一个五周年的勋章，就是一人都一个，这届是抽七个的。那怎么抽奖的话，就是看资讯栏。那我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了，希望影片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，小气泡对我，我是 CHU， 我每天五点都会发布影片，大家我们八八六。然后如果有人想来的话，一定要看片尾的地址哦。来，我们四个人竟然都点了不一样的饮料，哎，超 Q 的啦！来敲一下哦，耶、yeah. yeah. ！